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omey Home 的家居板块。下周就是复活节，今天我们来教大家一起 DIY 一个超级简单的复活节装饰，简单快速，而且过程超级治愈。你可以独立完成，也可以和家里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，是一个很不错的亲子 DIY 活动。首先你需要准备以下物品：形状随意的树枝，我们用的呢是榛树的扭枝，如果买不到可以用龙柳代替，挑选扭曲的枝干就可以了。工具的准备，你需要剪刀、马克笔、细绳、花瓶。制作过程也非常简单，准备一个玻璃花瓶，装四分之一左右的水，然后插入枝干，就可以开始 DIY 自己喜欢的鸡蛋花纹样式了。然后就是准备悬挂了，轻轻地在鸡蛋上方凿个洞，然后用针戳破薄膜，倒出蛋液。最后用绳子将干燥的复活节彩蛋悬挂好，超简单的复活节装饰就做好了。快点动手试一试吧，让我们好好生活，慢慢相遇，我们下期见。